华润集团他们首第一季度的利润，净利润已经上升了接近60%的水平，最主要是受惠于地产跟电子的板块带动。而他们当中两家公司就是华润电力跟这个华润置地来说，如果单论这个华润电力来说，它现在的估值不算。 十分之昂贵，如果跟同业相比之下，而技术的像，我看见它现在还没有出现一个翘买的状况，所以我相信它未来的走势，我相信可能会比较平稳很多。但是相对之下，华润置地，我看见它现在在同业相比之下，它的市盈率已经在一个比较贵的范围，还有它现在在技术分析里边已经出现一个很明显的翘买状况，无论 在这个保利加通道还是在这个相对强弱指数来说，我出现一个翘买的状况，所以我相信短期之内可能这个华润置地会出现一个明显的回吐，这方面我觉得投资者就要留意多一点。